人家在办丧事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张先生，你查过你的进去？人家人是警察，什么都管了。你查过你的进去？你们家会死人的，我告诉你啊！你不要这样子。我当然要这样子啊！每一次有人告别式，你们来骚扰。过来这套，这你听他一点，你家会不会死人？我问你，你家会不会死人？为什么？我们现在都在依法。哎，你要尊重管三者。哎，我知道，你们家死人的时候没有，这没有。你们不要滥用公权力。我们有公告，我们现在知道你是谁，我们可以马上引进去。干什么啊你？我们查过了。听哪一点嘛？你们家会不会死人？问你，来，你家死人的时候这样可不可以？你现在我们知道你的身份，我很生气啊！你要尊重往生者。现在知道你的身份了，你就进去。不管是不是我身份了，这边过去了，来，请你进去。慎终追远，懂不懂啊？查过了 ，OK， 查过了。懂不懂啊？来，你进去。人家在办丧事，你们家干什么？张先生，你查过你的进去。人家人是警察，什么都管了。你查过你就进去。人家会死人的，我告诉你啊！你不要这样子。我当然要这样子啊！每一次有人告别式，你们来骚扰。那你们家死人家骚扰怎么办？都是为了现场安全。你听哪一点跟我讲话？你听哪一点啊？今天我现在是海参分局副分局长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分局长怎么样嘛？我现在告诉你，我们现在知道你的身份，你可以进去。那你要骚扰我干什么？进去，奇怪嘛？进去，奇怪嘛？